别多啊。店持刀砍杀店员案件，经警方迅速将被告二人逮捕，解送地检署。经检察官讯问后，认陈姓、张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杀人未遂、重伤害、毁损等罪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所犯杀人未遂为重罪，并认有勾串共犯或湮灭证据之余，于昨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，今日凌晨法院裁定羁押禁见。检察官将持续深入侦办本案，务求保障民众生命安全。我拍到的是台湾彰化地方警察局的。